妈，啊最近哦天气足热呢，啊你看你欠啥，咱做伙买好好势，等下我甲你关灯去。好，多谢你啦，你工课这么无闲，就搁予你专工出来陪妈买物件。妈，啊趁这个机会哦，我这个工作狂哦，买当顺续买一挂我需要的物件。哎，讲起来哦，应该是我爱感谢你们家的。哎呦，讲话那话多，总是这么大声。安怎样？无啦，刚刚有一个臭扑鼻啊！啊，我衫裤的味啦！啊，落这两天啊，拢落雨天哦，迄衫裤若曝不够大，就一个味滴咧。啊，无多啊，我今日看时间，就转咧穿就出门啊。大天人都嘛安尼，迄西北风若落来吼，拢又搁大又搁急，洗一下衫，都搁看天气啊，晒一下衫，搁要打哪唔打嘞？就算讲你开除湿机，也是电风扇吹，嘛是同款有一个臭扑味的，你感觉就敢那洗无清气同款。啊，妈，这种情形哦，应该就是哦，衫澹澹晒无干。啊，晒衫的时阵哦，细菌持续滋生，所以哦，迄衫唔只会愈晒愈臭。你是不是拢无用持续抗菌的洗衣精对吧？你听你安尼讲，你有办法解决咯？这是当然啦。妈，我日本的朋友哦，拢是用这罐洗衣精。会当哦，持续抗菌，而且哦，洗完的衫嘛不易滋生细菌哦，主人哦都袂有像像你这种臭扑鼻啊。你会当评话麦，我的衫哦是不是有一种干净舒服的味道？喂，佫真正有清气的味呢，无唔对，这就是干净的味道。嗯。我以前哦去日本民宿的时阵啊，因遐米皮哦就是这个味呢。啊，迄时阵哦，我都感觉这罐洗衣精真的是足好用诶，啊，就一直用哦，用到今嘛。这罐洗衣精哦，可以当抗菌抗臭，洗净力又好，而且哦，可以当防止洗衣槽发霉。妈，你提灯去用看卖哦，你就知影啦。好啊，你真正是一个足得人疼的好媳妇，不管是。只要有你伫妈身躯边，妈拢感觉足安心的。啊，甲妈挂一挂。妈，你是不是搁在烦恼大兄的代志？讲起来嘛，实在真悲哀。郑兴环这么重的罪在操。啊！不过我这个做妈妈，就感觉在烦恼伊唔在有通啊吃，有地困。我是不是做主事的？妈，天下父母心，不管家己囡仔做偌济唔对的代志，啊，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家己囡仔当健健康康，安尼唔才有机会会当重新做人啊。我生两个后生。无一个唔免我烦恼，少伟，伊是无才了，有够爱面子。郑贤煞为着小三，不甲心白明黑，阁还着预谋杀人嫁你当的罪。今嘛唯一的当我感觉安，都敢那村里甲小倩会陪我讲一下话。其实啊。哥的个性跟黄雪晴同款，这两个人的怨妒心拢足强。我嘛是惊讲哥，万不然也是想袂开，唔知是不是做出搁较激烈的代志。谢春生，自从顶边打电话跟我讨无情了后，就唔知你咧倒位啊，完全拢无顾虑到阮做父母的烦恼的心情。拢怪我过去想过天上伊啊！伊做唔到代志，我一遍搁一遍原谅伊。
才给伊选到爬上天，造成伊今仔这款无法无天的个性。妈食到这个岁数，得阁为着烦恼伊，烦恼到头毛拢要白去啊！这可能是我的报应。妈，你妈安尼胡白乱想，也莫请你自责啊！个家己安尼大人大正啊，不管做什么代志，伊拢爱家己去负责。啊，做爸母的也无可能这么简单就放弃家己的囡仔，所以你对个的爱，无应该变作是伊即马为非作歹的借口。阿婆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心肝来真侪好过。我嘛知影，惊孙子又惊孙福。会当甲做生斗三工的我拢做，啊，不过伊就是一直要行偏去，我嘛无法度。我看即马只有予伊得到教训，彻底听一摆，而且好好忏悔。